经验的陈孝轩，这次鼓起勇气挑战专业的国标舞台，而舞伴瑞阳老师给他的评语是：第一次跟他接手，好像在跟我老婆跳舞，就是跟产后妈妈跳舞，全身暖啪啪。他其实计步时是很快，但是就是牵到手跳一跳，他放弃的也快，就是很快就腿软，我很快就是会表情放松。第一堂课我就已经觉得说，这根本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啊。那当然，他们就是我们平常看到一些画面，就是他们老师跳得很漂亮，可是那个其实要下很多很多的功夫在里面，然后可能要很多年的经历在里头吧。那我们这么短的时间要跳出那个味道，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真的是还蛮困难的。话虽如此，但陈孝轩始终没有放弃，依旧每天往舞蹈教室报道。然而即使舞步记熟了，但一旦搭上音乐，便会慌乱的跟不上节奏，让他开始逐渐丧失信心。平常练习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大概知道那个舞步大概是怎么样，哪里用力啊，尽量做到老师要求的地方。但是真的搭上音乐，因为那个速度真的很快。虽然说老师以前我放慢速度，但对我来讲还是很快。我觉得那个很容易混乱。面对难以跟上音乐节奏的大难关，陈孝轩只能不断的拼命练习，争取好的表现。他能不能顺利完成表演呢？希望我可以把所有的舞步都跳好，跳出来。You don't have to be beautiful to turn me on. I just need your body, baby, from dusk till dawn. You don't need experience to turn me out. You just leave it all up to me. I'll show you.If you wanna impress me, you can't be too flirty, mama. I know how to undress me. Let me be your fantasy, then maybe you could be mine. You just leave it all up to me. We can have a good time.You don't have to be rich to be my girl. You don't have to be cool to rule my world. Ain't no particular sign I'm more compatible with. I just want your extra time and your kiss. 谢谢陈孝轩、李瑞阳老师带来的。